观众朋友要变天了，中央气象局指出呢，今明两天受到封面还有东北风增强影响，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转凉，像是北部呢白天高温大概是28度，中南部约30度到31度，由于水汽较多，全台各地也都会有阵雨。刚才说到，就是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，那么其他地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，而且呢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也会比较多。那么明天开始呢，双十连假，气象局就预测了，明天天气跟今天很类似。10月10号当天受到东北风影响，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之外呢，其他也是，但是雨势会比今明两天还要缓和。连假最后一天水汽减少，雨势呢也会明显趋缓。但是北部还有东半部以及呢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，其他地区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。预估呢北部白天高温大概是27度到28度。